跳梁小鬼。阁下一急就敢来我的野区繁衍，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鬼？那他妈是我的蓝鸟。你又是什么鬼？老子是高志亮。跳梁小鬼，你怕是没弄清楚状况吧？这是老子的地盘，不是你能待得了的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小钟馗，你行事啊，多少年没有人敢烦我野了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垃圾。他嘴挺硬啊，现在知道我是谁了不？垃圾。还拉不垃圾了？垃圾。还嘴硬不？钟馗，要不你就顺着他来一下。就是。让你们说话了吧？你这不是怎么这样，话都不让人说。钟馗，我高司令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答对了放你走，答错了就全给你拆了。听好了，我是谁 ？Really nigga？ 这个猴子也不怎么聪明吧？问个问题直接就把答案摆出来了。看看今天这一集啊，算是逃过了。钟馗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白给的题呀，人家都告诉你他叫啥了呀，你还搁这磨叽啥呀？三 ，No。二 ，No。一 ，No God No。大哥，好地儿，好。西天取经，老魏快撤 ！Roger， 分头走。Affirmative。别在来不及的时候后悔。这表妹，你还回来干啥呀？废话，当然是救你了，我能看着你没吗？没想到表妹为了我居然能舍。表哥，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意思一下，不然有点看不过去了。我有位移，先走了。What the fuck is that? Soka， 救命啊！ You have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表妹，你位移呢？失算了。五分钟后，墨子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没事，我溜达。我那不有个好大哥吗？跟你们这块包块地就这么大。不是夏洛特，你又来干啥呀？为溜达。不赢啊，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有吗？我让你没事走开。表哥，家都快没了，你想想办法呀、啊！这人家都虐全玩了，紫霞都他妈超神了，我能有啥办法呀、啊？你不是 V8 吗？不是上面有人吗？那我试试。哎呀，快去吧！上帝啊，那边紫霞太猛了，我打不过可咋办呢？达摩，我是上帝，不是土地，麻烦你能不能别有点事就过来呀、啊？我、哦、这边很忙的好吗？你就说你管不管？不管。哇、啊！苏醒吧，超能力！上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直接拆就完事了。Roger。这他妈也可以啊！当然了，峡谷三剑客。哥哥们，我就刷个蓝，你们至于三个人过来搞我吗？我们峡谷三剑客自打创立以来，一心致力于维护峡谷和平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在地上走，就你自己在天上飞？不是，人家赛事就这么安排的，我有什么招啊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下地走。让我下地走？哼，做梦吧！下不下来？打我两次就能让我下来了？我今儿个还非要在天上了，你咬我？下不下来？哼，卑
卑鄙小人，拆我塔威胁我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这回还不下来？想让我下来？翅膀都长了，哪有下来走路的道理？这是好笑。面对疾风吧！踏空！踏！没事，简单的分析一下，我刚刚死亡的位置是蓝爸爸对面，根据刚刚得到视野得出，下半部分野区的野怪早已被清理干净。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思维推算，他们上个人蹲我蓝，吃掉我的野怪，一定会转移到上路继续蹲我。疼了，此时如果直接前我上路，必定中了对方的埋伏。对于聪明绝顶的我而言，直接反其道而行之，他们必不可。大武士，小胖子。叫百里，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。回家？你的兰陵王哥哥还有杨戬哥哥看都不看你，你往哪儿回呀？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，目不转睛，你丢的爱正在看你。再见。幸好老子腿脚快，不然今天还真丢了。嗯？哦。安琪拉，拆塔不叫我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要过来！啊，我就帮你拆了塔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你要过来呀！叫那么大声干嘛呀？我就过来帮你拆了塔，你知不知？白想，你信不信老千呢？我告诉你，别过来了，别不听，滚了吧！滚！李二白，下次出门记得把脑子带上，好吗？哦吼。奔狼文章开，带下路还是 speed this time before 你在找我在地上腿你在这里滚公里白打不过去救人，有本事怎么丢？救人叫人怎么了？这可是团队游戏，刘大别跟他磨叽了，赶快去杀戮小人头了。OK, let's go. 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哎，这个感叹号。哎，哪里来的 BGM 啊？这个熟悉的 BGM。我操！兰陵王是吧？是我啊，建模的。五分钟后，请问是蓝先生吗？不是我。由于您刚刚的举动，恭喜您获得我们峡谷三剑客为您量身打造的回拳蹦迪服，选择接收，请按一；选择放弃，请按二。这什么跟什么啊？好的，这就为您办理。我说什么了？就给我办理啊！办理成功，稍后请自行前往野区体验。祝您玩得愉快。那你。哥几个能换个项目吗？我怎么有点想吐、换个项目啊，可以的呀，那就来个普度众生套餐吧。啊，心间有歌声伴道。